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ly 玻璃唱癌，开始了今天的黎文教室。今天很开心请到 Jason Pan， 是华语很专业的婚礼摄影师和 event 的摄影师的。Hello Jason 你好。Hello Poly 你好。大家好。是啦，那 Jason 呢，即有时呢会在一些场合会见过你，那也会知道你获奖无数啦。但是呢就最有兴趣的有一样东西呢，就是你在未去做专业的摄影之前呢，咁当时是兴趣啦，但是呢你 是做啲 finance 啊、银行啊嗰啲多嘅喎，做咗成超过20年嘅时间，系咪啊？做咗19几年，19几年，即19年半，即系19几年。咁我其实一读完书就即刻入咗银行噶啦，系，咁一就做咗20年。咁我以前係香港最大嗰間 local bank， 大家又唔開名啦，但係會知道係邊間啦嚇嘅投資系統嘅首席設計師咯。佢哋而家用緊個投資系統都係我設計出嚟。哇！即係但係我亦都聽你咁樣講咧，就話你由細到大咧，因為屋企全家人咧都對喺呢個行業裏面咧，即係都好有認知。咁所以你要買任何嘅玩具咧，都係唔係可以隨手可得嘅。係。咁即係我14歲嗰陣開始啦。咁如果我生日又或者平時想買嗰個機械人又好，玩具也好又好，咁我就唔能夠媽咪買俾我啦，冇得扭嘅，冇得扭嘅，係媽咪咧就會攞我啲利是錢出嚟，跟住咧擺3隻股票俾我，叫我買啊揀，即係講話譬如呢一隻咧就保本嘅，呢一隻咧就有機會就爆升嘅，呢只就 risk 高啲嘅咁嗰啲咁類似啦，高中低風險咁啦類似，咁就叫我買。咁咧，我就分析完一輪之後咧，買咗之後咧，如果只股票升咗賺咗錢咧，就買乜都得嚇。如果唔賺錢咧，就冇啦。即係真升。係啦。嚇。係啦，即係賺咗嗰個升幅嗰啲嗰個錢，就可以攞嚟買玩具咯。哇！其實即係由細鍛鍊真係好緊要，即係呢個都係家教。咁令到咧，即係知道嗰個錢嘅重要性啦。咁亦都唔會話係隨手可得。同埋靠自己努力咯，即係唔係話即係扭計就會有。順理成章，你都會入咗呢個行業啦。咁作為設計師，即係設計系統嗰位人士添。咁我記得你講過咧，就話你畢業2个钟已經係揾到嘢做啦，即係唔使點樣去等呢啲料料喎。一去到就已經有60个人入邊揀咗咯，即刻。你是不是因为做厌了所以想转呢？还是什么原因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？其实做银行来讲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，那就不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但就始终那时候由小到大，爸爸妈妈都跟我说，靠钱近钱得钱，近处得食，你在香港如果你想赚钱，你一定要做金融业，那你洗晒脑啦。finance 那些方式，对，洗晒脑啦，那就觉得是的，出来做事做银行必然的啦，做投资必然的啦，整个家族都做，我连我阿婆我阿嫲都是做这些东西，所以就即几代的了，三代，所以就即入晒骨的了，那咪做咯，做了20年之后，咦，但其实就开始知道，咦，其实我由细到大都是喜欢影相那些，我爸爸都是一个摄影的发烧友，家企有好2个柜的相机，我自己就在度谂，咦，我一个人做嘢做40年嘅啫嘛，即正常做嘢系做40年，我用了20年的时间嚟到还翻父母的期望啦。系，我其实可唔可以有机会留翻20年系俾自己发展自己的兴趣呢？我就在度骑咗肚，骑咗2-3年度，咁就終於咧，就喺4年之前就quit 咗份工，就毅然咧就開創咗我而家呢一個事業。咁我就將我嘅攝影啦、我嘅興趣啦、事業啦同埋侍奉咧三合一咯。當你要 quit 嘅時候，你公司嘅同事甚至乎你即係頂頭上級，會唔會覺得好驚訝？有啊，係咁。你要做藝術？你唔得噶，死硬噶。係啊，而家做攝影啊，揾唔到飯食嘅。即係一路都成嗰度向開噶嘛，突然之間要講藝術玩嘢喎。死硬嘅，係啊，不
一萬個人同你潑冷水、但係都係堅持啦。嗱，未講呢一樣嘢之前咧，就係我覺得喺人生當中咧有好多唔同嘅考驗。咁其中嘅考驗咧，我知道你跆拳道係咪跆拳道？空手道咧好勁啊！以前就係、是都係即係同拍戲好有關係嘅，因為啲美子咁樣嚟嘅。我以前嘅喺。以前我是拿過全香港空手道公開賽黑大組的第三名，是的，還有也有很多其他賽的冠亞季那些，哈哈，也都、曾經是那本漫畫《古惑仔》的武術指導。哇，其實即想回起的過去很萬人迷、又打得啦，又賺到錢啦，跟住屋企咧即係家教又好啦，即係全部都成果導向。咁啊，其實真係即係好似蜜蜂溜蜜糖咁樣咯。都 OK 嘅，係啦。不過咧，我咁即係個天唔會俾你咁行得咁順，就經歷過一次病，係咪啊？係。喺2004年香港沙士最嚴重嘅期間，我係醫生話我曾經即係話我患有第三期嘅血癌。咁當其實我三個月瘦咗大約40磅左右，咁我連小便都係有三個加嘅血。即係橙過枝葡萄色啦，你嗯，仲要嗰陣係沙士嘅期間，沙士嘅期間，咁嗰陣你，我估你喺個車廂度咳一聲，啲人會落曬車嗰啲，咁所以喺即係嗰陣雖然係好之前係好萬人迷，但係一入到醫院係完全係冇人理你，淡曬，冇曬，消失曬，所有人消失曬，嗰次係好失落得好，即係個身體又已經好傷，好虛弱，好唔舒服，每一日都發高燒，101、102、103輪流轉，跟住自己平時有好多人擁戴你嘅，又一下子又消失曬，同埋好健康嘅體魄，係啦，好健康，最引以自豪嘅體魄，可能以前一分鐘做100下掌上壓嘅，一分鐘100下上壓，好快，係啦，徒手可以咬攣一個1毫子嘅，哎呀，咁嗰陣就連落床去廁所，我都用一個即短短嘅幾米、6米、7米咗啦，都要用1個鐘頭時間我先去到。咁好似即我如果比喻嘅話，就好似一個富豪級，即係你家嘟嗰啲嚇，突然之間破產一樣。個感覺就係、是。咁但係喺嗰段時間，你都要去捱過去嘅，即係你有好多時候就會覺得嗱工作能力就冇咗啦，咁你自己喺醫院啦，就算家人朋友都唔可以去探你啦。你即係當時用啲咩意志去支撐住？同埋即係我想先問你個先，即係知道依個病嘅先兆係啲乜嘢㗎？就係、是、不斷發高燒咯，同埋個喉嚨爛曬咯，跟住成塊瘦咗40磅咯。即係以為自己沙士，跟住係嗰陣唔知，嗰陣以為係普通感冒啫。最初嗰陣，跟住成個人係灰色嘅咯，冇血色嘅咯。係嚇嚇。哦，咁跟住睇醫生。跟住啲關節係完全喐唔到咯。跟住就睇醫生，跟住就入院。驗完一大輪之後，話我係第三期血癌。咁喺嗰段時間，你即係個點樣去支撐住自己？嗰陣其實最初係真係我連遺書都寫埋噶啦，因為覺得真係好灰啦，係唔覺得過唔到噶。咁、但係當其時我細個嗰陣係讀一個基督教嘅學校，咁以前就完全唔信嘅，好敵基督添嘅。咁、但係嗰陣即係去到呢個關頭啦，都不能夠靠自己嘅時候，我就祈咗個禱咯。好真誠咁樣祈咗禱咋，話同耶穌講，如果你覺得我喺呢個世界係有用嘅，你就救我啦，我會改過。咁殊不知神奇嘅事就出現啦。第二日，醫生就走嚟同我講：彭慧基啊，你唔係血壓，你係血管炎，俾玩死啊！即嗱。正常人咧係會，甚至乎當其時咧，我都覺得係一個誤診嚟嘅。係。咁但係我呢啲咁中意挑戰、咁包拗頸嘅人，就又點會咁容易屈服啊？係。我自己就用咗好多嘢嚟到，即叫做考驗個神又好乜都好啦，嚟到叫佢證明俾我睇佢真嘅啦。
即係好無聊噶。但係其實有點會可以誤診嘅咧？咁渣嘅？就係唔係誤診咯？應該就係、是哦，應該我相信係神蹟咯。OK，、嗯、我相信係神蹟。嗯，因為我用咗十九幾樣嘢嚟到，即係特登玩嘅。譬如我去到有一笪地方，譬如我住港島嘅，我突然之間有一日去到新界，係咁我突然間即係想考驗嗰呢樣嘢係真嘛？我、嗯、話、嗯嗯、哦、如果我落樓下撞到我爸爸咧，我就信係真啦。即係，但係我爸爸永遠都唔會去嗰度嘅喎，係咪啊？即係以我所知，嗯、但係佢又會撞到喎。嚇！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嘢，即係我唔會傻到叫佢中六合彩就當係真啦，即係唔會咁樣，即係比較 make sense 啲嘅。係嚇！咁但係連續十幾次都中，咁我又覺得，咦？即係神蹟，試下啦咁樣咯。嗯。咁就嗰刻就人生有翻天覆地嘅改變啦，個價值觀唔同曬。嗯哼哼，即係開始會 believe 呢樣嘢先，即係會信咯。咁但係都會有一個引子，邊個帶你去信？其實因為你之前就話有少少唔信啊，有啲抗拒啊，落咗閘啊，咁到你開始會有神蹟啦出現嘅時候，你會再去轉型噶嘛？嗰陣好好彩，就公司有啲同事咧、嗯、就知我有興趣。佢、嗯、就食飯嗰陣咧，佢唔食飯，佢喺間會議室嗰度咧，就唔係唔食飯，我哋一齊買咗飯盒，佢就 book 咗個會議室，就單對單咁樣同你祈禱講啊教啊，嗯、即係講開做個啟發課程嗰度嘅，就連續幾個月啊 ，orientation 咁樣咯嚇，係啦，即係但係佢係冇任何利益嘅喎，佢唔會一毫子都冇收過喎。嗯咁我又覺得，跟住又帶我翻教會咁樣。咁我覺得佢嗰陣已經好翻咗之後嘅咯喎。如果你慢慢逐步康復咯，嚇，係啦，慢慢逐步。我用咗成大半年嘅時間先完全康復曬。嗯嗯嗯。食類固醇啊，又食咗好多嘢。咁、嗯、所以嗰陣份肥咗啲都係同嗰陣有關。係啊，即係你話你瘦咗四十磅，咁依家翻翻回復當時嘅現狀。我一食類固醇就暴肥。同、哦、我又停咗空手道嘛，咁、嗯、我以前係食個大嘅披薩加支飲學，成支飲學對曬都唔會肥嗰啲嘢。嗯，因為你運動量夠。太誇張啦！咁、啊、之後你康復翻咧，會唔會再去做翻運動？冇啦，冇啦，冇一路都冇做翻運動。因為當其時即係打拳嗰陣，我係好驕傲嘅，嗯，好囂張人嚟嘅，嗯。咁我知道呢樣嘢都係。不好咯，咁我覺得我如果我繼續要打拳嘅話咧，我就嗰個性格好難改啊。嗯嗯，因為即係太多人令到你會有呢個感覺。即可能個天要俾考驗你，挫一挫你鋭氣。係啊，我都跟住要去改變一下嗰個態度嚇、啊。嗯哼，咁但係你好翻之後都有好大扎嘅學生噶嘛？嗰陣係俾曬人嘅，係俾曬人，俾曬。即俾翻曬師傅啊，啲先弟啊嗰啲嘅，嚇咁嗰一 part 就完全唔會覺得惋惜，即係人生要行另外一個階段。冇錯，係啊、嗯，即個舊我已經死咗咁樣。係，嗯，重生啊嘛。係，好啦，咁講到呢度咧，我哋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咧，再繼續同阿 Jason 傾下偈嘅。